这是开源港了，这的温度我已经感觉到了，就是有够热，真的很热哎。住我们家？对。OK， 好。我摩托车租车场都在上面。如果没驾照就要来台蓝屿怎么办？就找有驾照来跟你一起来。他不是你吗？来，跟我来。蓝屿顶啊坐，蓝屿海足水，蓝屿唯一的基调。阮住的民宿。嗨。嗨什么？所以做起来味道比较浓郁，喜欢吃青酱的就很推荐。哇，有跳舞拿铁，它做起来会有渐层，就像海浪在跳舞一样。一点的青酱意大利面，我点的飞鱼意大利面。谁敢吃飞鱼？很有嚼劲哎，真的很扎实，我直接把它吸了。青酱，哦，好吃哎，是哦，很浓，因为青酱有点调味的来。其实我上喜欢的是他的饮料，真的好喝，所以后来又有来一次。吃饱了后去散步一下。就是蓝屿的气象站最高的所在，你看，你可以看整个蓝屿的东边跟西边，对面有一个大天池，可以去爬山的，就是来这看风景的。对啊，这风景不错呢，很清幽的。纹芋头饼。你不喜欢芋头啊？你应该没有感觉。还行，你吃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好吃的，来吃就是足辣的哈，一直爱流汗，一直要吃冰。小暑哎，哇，这芋头也太大块了吧！超前五羊咩咩。牛。牛。哇，这边又有一家人了。哦。下面羊死了。哇，你吃什么这么大一根啊？你吃什么那么大一搞？这个就是龙头石头盐，龙头盐。你看海的对面就是小蓝鱼。哦。所以今天有一小蓝鱼吗？没咧，被安怎去呀？游过去哦。你才游过去咧。两万订阅，阿龙就会当出来咯。夕阳中奔跑是吧？龙就是要逆光跑的，懂吗？很蠢哎、欸！
讲拢是玻璃，玻璃可以循环就对了。这个是外调酒螺丝起子，螺丝起子台语怎么讲？不知呢。罗赖吧。罗赖吧，真的假的？那个我先忙好了。我的好嘞，我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这就是我的暗顿咯，罗赖吧是不是？罗赖吧听起来就很怂哎。哦，这里面有柳橙干嘛？柳干嘛？是柑橘。柳丁啊对哦，柳丁啊。里面就是有地黑苔。嗯，好吃好吃，虾啊比足够的，这很虾。暗时过去参加夜观团了。这么大，这全台湾最大的竹节虫。嗯，那没意外吧？这是这个时间。今仔日要早早去睏，因为明仔载透早就要去潜水咯。晚安，拜拜。